Sterling 早前在澳洲墨尔本跟雪梨开演唱会，不过 Jennie 在墨尔本场时因身体状况不佳，唱到一半就中途下台，而雪梨场也发生状况。Jennie 在表演时突然发呆放空，被 Rosey 点了一下才回神，这让粉丝相当担心她的身体状况。但有一部分人怒批她不专心。而近日 Jennie 在个人社群发出多张美照，并感谢粉丝墨尔本跟雪梨，来到澳洲真的非常好玩，我真的很想念你们，谢谢你们给我们这么多的爱 links。只见有她戴着可爱无尾熊头套，穿着羽绒衣的自拍，还有与所有成员戴着同款头套背影，以及多张穿着华丽舞台装的美照。不少粉丝看到后纷纷留言为她鼓励 ：“Jennie， 我们为你骄傲，不要去理会那些恶评，你是最棒的，希望你早日康复啊！”